你敢不敢你伫后壁后壁喊声是尴尬着？我来这边下班的啦，这种负心汉哦，你愈看是愈伤心尔啦，啊而且佫会心酸，莫看啦。哎呀，我看啥？佮你啥物事啊？谁嘛？你想要做一只？安怎？你姐夫无信心啊？我唔要所有力量来保护我的家庭，所以我警告你，你敢有白来，我绝对会帮你煞。你若唔肯原谅我。 艰苦的人唔是我，你家己伫煮啊，卖真歹过。我拄仔讲，我想要来这间旧厝标落来，啊，我爸妈住在遐住。你都唔要替阮爸妈失望啊？啊，你有这个心，啊，你唔着看别人活的想无？啊，甲伊拐做伙啦，正经是一位律师哦。啊，伊虽然目睭无快，不过伊推理能力真正足好诶。孟当大师。 看，我咧敢若办案安尼，迄个时阵你内珠已经去互某尾人控制去啊，所以伊无法度接电话。讲哦，你是安怎会甲人冤家相拍？我引怒为红颜啊！啊，你敢真正遐尔甲伊面熟啊？伊即摆肯讲话啊，而且伊嘛知影，伊甲功劳是话，才会当保护伊啊，够稳嘛。那安尼，伊是讲啥？是无赶着投票时间，一切都去了了。 你家己的厝去用拍卖啊，哪会过来投标啊？你讲你的小弟是坐客车去现场的，客车顶面拢有计程表。假使讲你小弟落车的时间比报案的时间搁较晚，这就当证明案发的时阵，你的小弟并不在场。有你点心边，讲出我爱你，这是幸福的滋味。 一两日约定未来的。